到了屏东县的开箱活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光头玻璃鸟人。我们谢谢上一组同学所带来的表演。哎，老人，你觉得这个表演，不错不错，可是有很多默契，还缺少了一点什么？没帮你买啊？对，还有一点点的东西。接下来，我们掌声有请国际代表韵律操队伍永南。他们曾经荣获了亚洲奖嘛，最多奖世界牙齿最白奖，要有十次亚洲奖。然后呢，现在我把舞台交给他们，掌声。
哎，老人，你觉得这场表演精彩吗？啊，好精彩啊，好欢乐啊，好幽默啊。然后，是还是缺少一点点东西？还是有一点东西。对，一点点。这样不用紧，我现在我有请双三校的同学，我们带来鼓舞蹈好不好？好，没问题，掌声。多快啊！1099令，掌声！超研究，谢谢。开玩笑，一。